我跟你讲，有一个技巧就是喊深一点。哇！哎呦！哎呀！快过年了，好像蛮厉害的。哎，蛮稳的。好认真哦。这个字写的还蛮漂亮的。很厉害。哦哦，哎呦！哎，我认识那么久，他很会做饼干，嗯，也很会做那个皮件，但是我不晓得他会写书法。哦。他有一阵子想要去荣辱。很奇怪耶！你刚才说他配对还乱讲。玉颖哥打到被揍，他也自我解嘲说他是小红帽，因为奶奶被大野狼吃掉。他大部分时间都拍平面。写好了，我写好了，写好了，哇！